小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只玩 DIY 的时间又到了，你是不是很期待呀？是。我们今天一起来折一折纸飞机，看看我们选择的材料是什么？是手工纸。什么形状的手工纸呀？长方形的手工纸。请你给你一张。我们来折一折吧。长方形的纸，对折，长边对长边。然后把它打开来，你们发现中间会有一条线。短边的地方，三角形折进去，然后再折进去。折到下面一个点，它反过来，对折。飞机的翅膀折下来。反面也是，飞机的翅膀折下。好了，飞机就完成了。哦，飞机飞了，小朋友。飞机的折法有好多种呢，赶快和爸爸妈妈去试试吧。好。